谁才是家里的控制狂？亲子关系竟然变这样？你们有互加那个吗 ？IG 或是 FB？ 你们有没有加爸爸？我们形同陌路啊，父母可以加，但不要讲话。像我老婆就是太管教，管到哎，老大的电话如果妈妈打给他，他说哇，糟糕，是他显现是糟糕啊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